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今天要来做魔术大挑战，蒋浩老师，这个是 Davio。邀请你们来到这边，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利可乐罐的影片，等太久了。不然你来点菜一下，就笔电吧，就笔电，利笔电。比方说，你要用利那种哎，哇，真的，这里没有平衡点啊，还有更难的，还有更难的吗？可以再难一点，是好，那我用一个点。因为我就负责我来立，你要立在尺上，赢在上面。哇哦，有没有？我的天哪！那让他过来我这里好。好哦 ，Sandy， 手机等一下，我可以碰他？可以，好，叫我，好，二一来，哇哦，我觉得成功了，很不可思议，魔术大挑战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还有小铃铛。拜拜。